了师生来到了朝元，只为嫁与出家亲在看你一眼，说好了要一直到海枯石烂，难道你忘了我们发过的誓言？妈妈说我们就是缘分太浅，过了十三来到了朝元，只为在出家前来看你一眼，说好了要一直到海枯石烂，难道你忘了我们发过的誓言？阿妈说我们就是缘分太浅，我。